一定要是什么自动，来，自动，来，自动，就是大家就要学习一个发球的自动。当然，我小的时候我在练发球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矮，我很小，我发球的话经常碰到胸口，碰到这个胸口都发黑的。因为我小的时候整天练，练的话我去自动，而我们业余球友也可以去学习自动，你可以打在这个位置。基本上我可以跟你们讲，我发长球我基本上往这里打，我都往这个位置去打，你到了这个位置我就知道停了。所以说我不管怎么发的球，我的球都不可能出台，而且速度很快，这个是你们要去学习的。你看我发很大的力，这个球也是速度很快，但是它很转，自动啊，自动啊，自动，自动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